所演出的越南传统舞蹈啊这部分。那我们的开场部分，其实我们越南姐妹总共有就是我们的补助单位是中央中央级的资，我们来自我们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吕嘉兰分署，我们的副分署长刘邦道，欢迎您。我们邀请的那是欢迎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分署我们的科长叶小琪叶科长，欢迎您。劳动部吕嘉兰分署，我们的斗六就业中心，我们的吴美萱吴主任，欢迎您。一脉的作业，对不对？都非常关心，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还有呢，一样是在我们的非常关心我们云林县劳工的家长我们的劳工处，我们的副处长陈良俊副处长，欢迎您。还有呢，我们新住民文工加到台湾台湾也有好的地方，云林的地方棒不棒？所以你们要叫到有人情味浓厚的地方，那就有很多资源来，还有我们要叫到我们的移民署云林服务站，我们主任林炳华林主任，欢迎您。对，还有呢我们的农民服务处，对不对？我们的社工，我们的景永泉简社工，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民政处的长官王元冉，在哪里？欢迎您。好，我们在这一次课程当中呢，我们的有我们的协会的团队所以还有我们理事长师我们最近刻苦的师资群，有我们的导师郭碧玲的郭老师，欢迎您。吴志明吴老师，还有我们的张后面帮忙做造彩妆的我们的张龙志张龙师刘老师我们其实我们的师资群不只会过来，我们前边的那个之前学姐有没有？还有我感谢我们的今天现在有来到我们的现场的媒体，就是我们的起床大哥，欢迎您。还有我们自由时报张世龙张大哥，刚才我也看到，欢迎您，谢谢。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全部的长官来宾如果还没有介绍，待会我再补充介绍。那我们现在邀请长官来宾为我们致辞好不好？对不？好了，我们是先请我们刘邦栋刘副副分署长到我们做致辞努力，谢谢。那很高兴我们在农民之家办这样的一个结庆典礼，我觉得很开心，一起分享成果，一起分享喜悦。那我也是我很难得穿西装，所以连我自己都觉得，我的新娘呢？你看见他，我是新郎的心情，真的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庆典礼。然后本来今天有三个会，那我早上的会就尽量把它排开来这边。那三个月实际上过得很快，那我相信各位应该也很有心得谢谢所有的老师，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再谢谢我们这三位的老师？那因为学员对我不陌生因为我你们当也许有录影回去做练习或在复习的对象，所以你看很快。我们各位伙伴，人只要有头脑人要有头脑，你学这个技术就有商机了只要有头脑摸摸看有头脑。你看我三个月大概来到这个班两次，看到我又开始褪色了，有没有表示我又需要被服务了嘛？所以你看我今天如果接到就有三次，三个月三次，你说这个商机有没有无穷？有的学员真的不断的精进你的技术精进老师给各位的养分，如果各位愿意勤加练习，在这边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但我比较困扰的是因为郭老师拜托了，我现在白头发有的人开始变白，
欸，各位同学，你们想想看哦，我也有修剪鼻毛的需要啊，可是我自己拔很痛哎。你们有没有试着拔鼻毛的经验？很痛哈。那你不修剪的时候，它又会长长，又不好看。所以我说，只要人身上有头毛的，有发毛的，实际上都是，就是说啊，里面有技术，你如果要拥有更好的竞争力哈，这边手这样做，就分析。好，那就会很漂亮了。大家，你有的技术人家也有，可是你有的创意别。像我如果跟哥一样，我可能服务的不是只看到颈部以上的头发的发毛，我会我家那里，我也很想要去修剪。之后，也许我在宠物的美发世界里边找到我独特的技术。哦，所以。也许你服务的是像梁俊副处长这样的客户，如果你有1000个客户，你这家店或者是行动快剪，你绝对做不完的哈。你只要讲，就有500个，是你比较永续固定的客源。大概你要顾家庭或你要谋生，有一些所，你有其他的创意的时候，美容是那个宠物世界的美发。美容那个市场也很大，哦，因为现在不是只有宝贝自己的小孩，哦，像慧华那两个小朋友就是他的宝贝小孩。你说要，但是如果他的两个小宝贝剪一次毛要花1000，舍得啊，哦，所以各位发挥你的创。像我每次经过嘉义市的林森西路哦，各位往右侧看那个铁道文化，一打黑的树啊，他把那个树哈，哦，剪的猴子呢，也有像香菇头的，也有像有没有？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种快剪的技术，也帮我们的植物？可不可能？有啊，所以人的头发慢慢，你也许拿着工具。帮景观植物做造型，你不要想想看那一盆盆栽啊！如果我喜欢，500块、1000块我都买，懂步骤的意思啊？哈，所以发挥这是我们的创意，多去拓展视野，然后利用你现在开创你未来的更大的商机跟春天啊！所以学无止境，也只是各位未来发展人生的开端。那我在做啊，在这边也鼓励各位学员哈，不断的精进。那我们如果觉得啊，职训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是有帮助的，欢迎哦，跟我们斗六就业中心的吴主任这边联系，还有他的伙伴哈，也欢迎跟我们在职业训练的资源上。取之以民，用之以民，哈，其实经费不是我们补助我们的钱，不过是我运筹运用。那么希望各位，然后建立自信，在这边的开展，好，所以我借有这个机会，北宜县政府劳工处我们副处长陈良俊，好吧，我们副处长来勉励，好，谢谢。我们今天的金主了哈，我们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我们的刘副分署长，还有我们的叶移民署林主任，哎，我们的最关心我们新住民朋友的我们江文议员江登江议员哈，今天也到现场，还有我们罗福处啊李先生，还有我们协会的陈理事长，还有我们就是我们新住民都是找我们黄科长。有新住民的一些福利啦，哈，或者你们有什么生活上的需求，哦，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法，需要我们县政府协助的哈，我们王科长这边就是一个对口的单位，那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各位的结训典礼哈，尤其今天又结合了我们农家这边的农民北，我们农民的北北哈，也可以了解我们的，他们都是远投，哦，来这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哈，真的是需要大家都给他们一份的关心，但是他们自己都很争气哦。我想社会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对，但是呢，我们社会越来越注重劳动力能不能够安居乐业。所以你看，我们特别劳动力发展署，我们营江劳动署还特别举办一个这个我们新住民的专班，让能够学习到好的工作的技能，可以来这边能够安居的行动速减班。这个大部分的人也很简单，就很，然后还可以顺便照顾小孩。我自己就可以当老板，那你学得到这项技能，你也可以到一些理发店去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是一项很好的工作技能，也可以提升自己以后在职场上，不管你是要自己创业，或者是你去求职，你多了这项技能，对你以后日后可以让你很快的融入我们台湾的社会。所以这项也很恭喜大家今天能够这项的成果。那我想我们农民北北今天也都出来哈，让来是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那我想主办单位会往总干事这边，他也很用提到说，哇，我们学行动速减，居然还有学舞蹈啊！不但学到了技术，你们从这个舞蹈这排练中，这样子可以增进彼此之间大家同学之间的友。我想你们之间彼此之间还可以常常的联系，甚至自己可以合开理发店都可以。我想这是你们同学之间，因为在这三个月也算不短的一段时间了，有这么好的感情。我想这个结训之后应该还是要常常的。今天预祝今天的这个成果会的圆满成功，那也敬祝现场的所有的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农民北北还有我们的记者先生各位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讲，不能比我胖，比我胖马上要退训。好，那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长官，我们的来宾，还有我们的江文登，我们的江文登议员台长这个新云林之声，您帮我雅玲欢迎您。那我为我们支持勉励。然后从我们协会发起，就来跟我们做协助了哈。好，请来为我们支持勉励，谢谢。会吧，总干事了哈。南行政副署长的哈。以及我们的各兰移民署哈，我们的林主任还有我们就业中心农民北北，还有我们新移民的好伙伴。大家好。一些非常欢喜的看着我们社会关怀协会哈，不管是在。舞蹈的地方，其实看到新移民的好姐妹们你们都很用心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结业之后的对吧，还是拓展自己的一项技能的台湾有一句话叫做一技在手走遍天下无敌的所以说你哪个呆，你都不会去穷到，都不会去饿到的嘛，希望讲在座这位加些长官未来还是要多多关心我们啦。其实我常拢讲说吼，有当时啊，咱家心里面讲话在乎，有当时啊，咱家己在地嘛爱照顾。吼，所以我跟你讲，那开班的时阵，有的时候开班的时候，连新移民也尽量向上面争取额度，结果咱大概报名都爆满了。所以咱嘛希望讲，尽管的长官，那未来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开两班嘛。那一般新移民，一般在台湾啦。其实台湾有很多妇女，她们也是一样，人家无为技能，那无来新移民的这个。所以看到恁这家生活真艰苦了嘛真融入这个社会。那在上课的时候，也都大家很努力的付出了咱市民给咱家己拍掌，我嘛给咱长官拍掌，我来好。那在这里也要代表我们立法委员刘建国了变更嘛是赶快，跟咱一声提下，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这些新移民还是咱家边边，有需要到三康到五也可以收台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站在。给共同学习啦，我嘛拢爱嗰啲学习嚟吼，咱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安尼，最后祝我们的今天的成果发表会圆满成功，谢谢。好，谢谢我们议员工资总持续在我们劳动局的视野下，看我们工资变得翻各位的学人不计之长。那我所获知，前往班的朋友在结训以后，各位。
个我想把所学的一技之长啊，再回馈社会，台湾的社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啊。我们苏宁的长官在十一月市场也看到我们行动无污意检的活动，都觉得相当肯定啊。在这边不再多说了啊，因为前面的几位长官都讲得很好啊，他们讲的都我都非常认啊。然后我在这边最后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谢谢。
像刚才都是我们的由我们的柬埔寨越南哈，还有我们柬青草哥哥都来当伴娘。那这是我们的的姐妹，现在是我们礼服部分的刘修。
走秀。来，是否请我们在场有长官来？我们有新郎、新伴娘都有了。来，我们现在少伴郎跟证啊，副处长，对，你说证婚人啊？啊，对对对啦，还有我们的那个要去那个主任，对，要去确认是否没有假结婚的啊。这里没有讲结婚啦，好来，还有斗六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嘿，一起好不好？嘿，我们来到这边就要知道就业好不好啦，对不对哈？还有我们简大哥，啊，也一起好不好？还有我们老师，我们的老师一起，对不对？一起，嘿，来一起，对，好，那个刘副座，这样子厉害的小红包你要包很多包了。好，来我们一起合影，对对对，好来。进去吗？还有我们最辛苦的慧香姐，非常不好意思，大姐来，我们姐姐来，资深美少女来。来好，你个赞好不好？国际语言，因为我们有姐妹，有的是在国家，他们不知道我们国际语言。爱心了，好了，你们两个要唱。爱心啦，爱心，还是赞。好赞嘛！先赞了，第一个赞。好，再来一张爱心呀。小吗？因为我没有，我今天这是半新了。是，老院这是国际语言半新了。我想说会变得还记那个动作。好啦，爱心爱心爱心，好来半新来。等一下，我帮一下，过来，请我帮忙拍个照，来，二三，拍吧。快乐，快乐，对吧？没人播啊，疫情要入未来，没人播啊，更入不进，没人播更入不进。没人播，拍死，接下来没人播。
学院哦，非常棒的我们的新住民代表哈，乔美老师。当然，我们的乔美老师呀，这也是我们之前的100年的时候，我们的学院哦，他一直这样一路走来哦，就这样子没有放弃，所以一步一步成功就在你的前面。那我们的老师还有董俊成老师、郑美女老师、戴慧华老师、叶文穗老师、林坤正老师，还有我们的郭建卫老师哦，那我们。记很多舞步，只要记这样就好了。我本来想说，我以为他跟我拍。
然后叫我上网去看，哎，真的的，每个都这样跳。哦，好，这办呢？我们要颁发我们今天这个场地支持跟协助，请我们理事长、丽华理事长来帮我们颁发我们的感谢状，谢谢。啊，其实这资源来做协助，如果没有这样的协助，一个资源跟资源串通起来，其实这样党独立战是很辛苦的，而且成效不会出。